见你，千方百计等下一世神奇，重新再相遇，毫不犹豫，银河里陪你去远行。听彼此感应，靠近。娘子，从今往后我们同甘共苦，永不分离。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既无彩月又无星火，像不像星火？比星火更美。是啊，的确比星火还要美。明日你就要去神隐山了，我真的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你。昔日曾闻这神隐山乃是上古时期封印九尾狐之地，想不到六万年了，这神印威压还是这么深。真神之压自是不同，不过我已经问过景剑了，这神隐山的结界虽不容仙妖穿过，但气灵却不受阻，我的小纸人便是气灵，让他陪着你一起吧，记得常常给我捎消息，免得我挂机。对了，家业给你带的甜食干果你带了吗？带了。还有那些灵药灵符，虽然你现在修为大涨，但是山中凶兽众多，我会担心的。带了，啰嗦。我这不是。你在哪里？青色容颜随着记忆尘封世界，眼中缱绻如今锁在眉间。百年以后你要记得来接我回家。我就在这儿等你回家。梦影若残缺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你需要去做。手里断何事？关于锦阳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我真的走了。如幻亦如电，无力亦无解，只为曾经灵犀一眼，不会自修炼，哪怕一人相赴约的眷恋。
长雀，是何时辰了？神君，刚入辰时，想必小神君已经到神隐山了。您不去相送吗？不必了。小神君自我放逐，您可是舍不得。舍不得又有何用？一个要走，一个要留，像极了天意。我担心。但愿这100年无事发生。